哎，讽宅 AI 呢？进去候着去吧。啊，算了，一会儿吧。啊，现在吧。哎，去吧。一样吧，向向进吧。嗯，向向，向向在里面。嗯，那不行，这么叫。哦，还有这层关系啊！完了，他们又磕到了。向向，向向，好烂的梗。哦，席阳在这儿呢。我自己，对不起，我一看，我拉手拉手，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再来。在那个组织里，你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枫叶啊，嗯，你亲他那个手背稍微的投入一点。哦，现在感觉像沙子嘴。行，经历了什么？哦，不够投入，封印。对不起，不是，席亚，请叫封印那下，别突然惊醒。你看，是看到环境，梆一下紧张了，明白？好，这儿就是自然的感到啊，被稳了，行。行，感谢关注。你要是能喜欢一下，看一下，至于后劲儿多大了？封印，秦岭，你回来了。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。现在听着感觉就是，你跟秦理有点啥？对对，因为那你回来了，我是冲着他说的。其实就是很直接的，很直接的。枫叶，我秦理，你回来了。然后秦理也别马上上啊，席上。没有这样，你自己听。秦理，你回来了。席上，你看看，我应该接。我回来了。不是，你应该接饭做好了吗？席阳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们小情侣玩的花，你们小情侣了不起，你们稍微尊重一下剧本好不好？啊，对不起啊，你们玩的什么恶趣味？你们小情侣了不起啊？你们玩什么恶趣味？你俩聊，我不看。啊，房间里还有个人呢。啊，心里要去房间睡觉。你要去跟戴泽睡觉。我当然去的都是戴泽房间睡觉。